蛋本身能够预防癌症呢？最主要它里面有几个营养素，第一个是硒，硒本身呢可以预防癌症，还有维生素 D 也是一个预防癌症的一个很好的营养素。卤肉饭加上滑嫩半熟蛋，西式欧姆蛋慢慢烘出香浓滋味，甚至原汁原味白水煮蛋，鸡蛋料理不止多样好吃，每天两颗，甚至能越吃越健康。蛋呢含丰富的蛋白质，其实是一个优质蛋白质来源，对我们健康是很有帮助的。蛋黄里面呢还有益于黄质，其实对眼睛健康有帮助。鸡蛋内有大量营养素，像是类胡萝卜素，可以延缓身体老化，还有维他命 B12 和蛋白质，维持皮肤和头发健康。 Omega 3脂肪酸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，还有维他命 B9 叶酸可以帮助胎儿发展，甚至吃下肚后是低升糖食物不容易胖。意想不到的还有抗癌功效。蛋本身能够预防癌症呢，最主要它里面有几个营养素，第一个是硒，硒本身呢可以预防癌症，还有维生素 D 也是一个预防癌症的一个很好的营养素。不过买鸡蛋很多人会挑外观，其实上头的编号才是关键讯息，下方第二行揭露身世之谜。台湾绝大多数都是 C 就是它是属于是那个一般的笼养，就是鸡都是关在笼子里面下蛋的，要不然就是一也是关在笼子里面，可能他们两个空间有差了。鸡蛋上的喷字，第一行是洗选厂编号，第二行尾端 C 是一般笼饲，一是环境较好的笼饲，一则代表鸡是养在室内平面 ，F 和 O 最高级，分别是放牧和有鸡蛋。不过经历蛋荒后，年后鸡蛋买气缩减，台北市蛋商工会理事长林天来五号在宣布降价3元，变产地价36.5元，批发价46元。是近两年最低价。无论是天上的神也好，是民间救世主也好，我都想求给他多一点机会。冥冥之中妈祖会把需要的人带到我身边。后来我就做了一个梦，就是有一个阿伯骑着脚踏车，拿了一张红纸给我，跟我说爱医务好，叫我要医务好。然后那一年要进香的前两天发现怀孕了。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就说，他说林家黑救医务好是不是跟那个你做梦那个医务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到现在讲我还是会觉得有点得来不易。